father, I'm gazing at borders. I have seen a very big planet with rings made of dust and ice. I've seen a very huge planet with furious storms. And another planet made of red dust and never-ending canyons. And now, standing before me, our destination is finally getting closer. And man, it's beautiful. It's a green and blue planet, covered in clouds and ice. Pretty soon, we will know who was sending those signals and why.对，所以如果刚刚等一下市长有跟各位集权麻吉麻吉的时候，不要忘记也可以一起互动一下哦。好，那我们再排一下位置，排完没问题的时候，我们等一下这边会有一个那个影片的小收尾，然后我们会教大家做出这次我们的口号的动作，然后来捕捉最后一次漂亮的画面哦。后面的老师帮我们交叉错位哦，然后我们也可以自在一点。我们的原则上是大家的脸都尽量露出来哦，然后可以用像电影院的座位的方式交叉互动。比你娇小一点就可以帮二三排的老师，如果后面比你娇小一点，可以自在帮我们换位置哦，这样大家原则上脸都可以露出来。好 ，OK， 我们要麻烦大家，我们两个口号，一个口号各录两次。第一个口号一起前进，设计中岛，一起前进，设计中岛，就是往后拉，往前出去就好。口罩可以先脱下，口罩可以帮我们脱下来，口罩可以先脱下。不要打到对方哦。如果各位在部长的这几天有什么恩怨，也不要在此刻解决哦，不要在此刻解决。师傅最紧张。不过后面是加时紧张。对。不好意思，我们整体可以试一试哦。一起前进，设计中岛哦。好，可以吗？一二三，一起前进，设计中岛。好，那我们正式来录第一次哦。导演准备好了吗 ？OK。第一次，请大家准备，手举起来哦。一二三，一起前进，设计中岛。好，谢谢。第二次。我刚刚看到第三排很活泼，所以设计中岛的时候，你们要跳就跳，你们要跳就跳，不要客气哦。好，来，预备，一二三，一起前进，设计中岛。很好，谢谢大家。好，好，第二，还有第二句 slogan。好，9月30，一起前进，设计中岛。那我们要拜托今天高雄的所有媒体朋友。这一句是要让大家更多多运用，帮我们多多宣传。9月30号就可以一起前进设计中岛来看展哦。好，来，预备哦，先这样哦。好，一二三，9月30，一起前进设计中岛。好，来，我们第二次哦。好，第二次完以后，请大家这个动作定格，我们让媒体朋友拍照哈。好，一次解决。预备哦，一二三。9月30，一起前进，设计中岛。定格一下哦，我们请媒体朋友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帮我们。好，帅气的设计师，今天全部全台湾最屌的、最棒的设计团队、艺术团队都齐聚在高雄哦。好，来，请看正前方，
市长看看的东西要准备。OK 了吗？有没有左边、右边有需要的？静文，你需要什么？天池汉中老师。我来介绍，市长想介绍，不好意思，市长要介绍一下这个，这个为各位准备的是我们在地的非常有名的现烤甜甜圈跟最有名的天池冬瓜茶，然后汉中老师会帮我们一一介绍设计团队，然后这个是永贞，我们很熟悉的，再下来来一个，好，这个是我们高雄在地的道林设计，好，设计，没事，对呀、啊，这样拍不到，等一下，这样我们转，我们转个位置，好，转个位置，还是，那这样我要怎么？那这个是特别总监的，董事设计的，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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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君娜，就是徐锦宁老师，他特别等着我们来看，这个那么漂亮。然后这个是秉义，秉义是做造型设计，点亮十三点，我讲的最好，对，因为我讲的最短。少了一个那个。然后这个是从外太空来的，那天他刚换睡袍，这个是 Johnny， 国城设计，他们都是之前做日号，然后现在做到外太空。很高兴，非常聊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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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后面来来来。来后面，后面，来市长后面，还有后面，市长后面，太多了，怎么来点太多了？对啊，我尽力了。对，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做。对，他比较好的设计师这样。来来，坤颖，坤颖是那个豪朗机工的团队，当代最豪朗的社长。他叫 Steve。小智研发，其实台湾第一个循环设计最好的，对，国际上。同时，那个郭老师跟徐老师，其实这个徐老师也是高雄，高雄。然后其实像那个港史馆这一季非常受关注，就是徐老师跟郭老师的作品。还剩这个海盗，周俊生他穿海盗服来这样子。插画的一群这样子，对对对，好，大头，Vito， 动态设计的歌评团队，震撼刚得了格莱美奖，第一个，台湾第一个，对，然后还有志奇，简讯，还有旭中，方旭中。你不要以为你常来高雄就可以躲起来，好不好？谢谢旭中老师。谢谢。旭中好。还有我们还有再来一个是十。我要送给院长。谢谢院长。好，谢谢所有团队，谢谢。那市长这边也有多准备我们一些策展的伙伴、工作同仁，待会我们文化局的同仁也要给大家。暨大永贞，哎，对，永贞，哎，谢谢。接下来来一个，好，这个是我们高雄在地的豪林设计。豪林设计，好，来，岗位上，好，来，这个是特别总监的，同时设计的。执行长，哇，年轻人，我很棒。然后君娜，这是徐锦庭老师，他特别等着我们来看，这个这么漂亮。然后这个是秉义是做造型设计，点亮十三点就他的。我讲的最好。然后这个是从外太空来的，但是他刚换睡袍，这个是 Johnny， 国城设
设计，他们就是之前做明日号，然后现在做到万达地球了。聊聊天，聊一下，聊一下，聊一下。可以，可以，下来，来，过这边来，来，来。偷偷打开的，你要不要打开啊？点心可以，点心可以，点心。两个人看了，两个人看了。太多了，来一点，太多了。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做。他明日号的设计师这样，来来，坤颖，坤颖是那个豪华航机工作的团队当代最重要的策展人。好，啊 ，Justin， 当地的，在地的，好可爱，冬奥的制服是 Justin 团队设计的。陶志彤，阿伟的，陶志彤阿伟，谢谢阿伟，谢谢谢谢。好，啊，这是阿炳，阿炳。阿炳陈炳良，游戏橘子是第一个导入设计在经营这个线上游戏公司，这样。玩 Forty 他是做社会设计，移工，然后整个东南亚跟日本都很关注他们的团队。跟冈山的服务企业有合作。对对对，然后林国庆高雄。林国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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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前辈。好，然后你看，机灵机灵就是美感教科书，用设计感受这个教科书。小智研发，小智研发其实台湾第一个循环设计最好的团队，这样在国际上，扶持，哎，扶持，哎，那个郭老师跟徐老师，其实这个高雄，然后其实像那个钢丝管这一季非常受关注，就是徐老师跟郭老师的作品，还是这个海盗，周俊生他穿海盗服来这样子，插画的一群这样子，对。大头，大头，哎 ，Vito， 动态设计的更名团队，震撼，震撼，震撼，刚得格莱美奖，哎，第一个台湾第一个，然后还有志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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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还有多，还有旭中，方旭中，你不要以为你常来高雄就可以躲起来，好不好？谢谢旭中老师。旭中好。我原来是在做创造机客运的海运啊，运输板块在我们高雄早期高雄开港的过程跟那个港口的营运的过程，具有举足轻重的角色。那我们现在把它转变成设计中，那也意味着说，城市的转型应该要从实体转向这个虚拟，那从这个原来的这种货物转向这种概念来做输出，所以高雄港会跟过去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亚湾二点零，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它成为一个台湾的 IT 创意的一个输出港。那这个我相信，高雄的开拓啊，那尤其是在港边啊，这本来就是一个新的流行、新的文化新的想象力的一个交汇的一个地方，所以让高雄港未来亚湾区能够更具创造力。那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台湾设计展今年特别选在我们的中港区，它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有包括像聂荣臻，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团队在我们这里中港区有大概有十个展区，都会有非常非常令人惊艳的作品呈现给大家，欢迎大家来。今天特别送什么？